台南市重视双语教学的推动，在全国之先成立双语教育中心，并针对招班时日高餐这个新闻议题，结合高小课程，让囡仔了解招班时的生态、产业以及餐食文化。目前来讲，就开发了有国小、低、中、高年级哦，自然或社会领域的课程，他们融入这个石斑鱼现在的一个议题哦，那来做这个双语的教学啦哈。为着要让双语课程有创意，老师嘛是手破头壳，要安怎为严肃的新闻议题变成简单有趣味的课程，会当让囡仔学习英文，同时嘛会当让囡仔了解时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透过这个有趣的这个议题，这个时事议题，让孩子知道其实我们的家乡产业，还有他们在石斑鱼的部分是，而且也是让孩子老师们知道如何把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些领域学科的单元教材，真正做到跨议题、跨领域的学习哈。双语教学本身就是创新的典型，透过示范。如何将专业知识和双语教学进行整合，其实并无困难。教育局嘛，鼓励老师将这款的做法带转去运用，让更加侪学生会当学习到无同的课程。1, 2, 3, go! 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